天婷姐要跟大家推荐这个，哇，超级美的藏红花松茸焕颜面膜，看到没有，好美啊，藏红花面膜美吗？藏红花它是来自于西藏的，而且这个膜布特别特别的特别，怎么样的特别呢？因为它很轻薄，哇，这个精华液太多了，小心滴到我自己身上啊！这个面膜超级宇宙无敌轻薄，面膜布非常重要，贴附性如果不强，那么营养的精华就没有办法呢让你的皮肤吸收，你看到没有？哇，这贴附性超强的，也就是说咱们的面膜一贴上去，看到没有，这个贴附性真的超强超强，吸收能力特别好，然后里面主要成分是藏红花还有松尔肽，它的作用是什么？提亮你的肌肤，淡化色斑，还有呢增加弹性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抵抗氧化。什么叫抵抗氧化？氧化就会老化，所以抵抗氧化非常非常重要。然后你贴下去的感觉是什么？很保湿，提亮肤色，然后可以淡斑。如果你连续敷好多天的话，哇，真的很舒服啊！它的保湿效果很优异，然后还可以提亮、抑制酪氨酸酶的活性，还有抗炎。抗炎呢，就是抗过敏的作用，再来抗氧化，清除你的自由基。